两个大字逆流碰来到建明哥这边。我哟，哇，一万砍！我炮哥，江顺哥今天感觉这个气势不一样哦。对，八万。哇，他们碰到杨蝶问你们还要碰吗？還要嗎也是放旁边。哇哦，阿嬷牌变阿嬷牌了，江神哥。江神哥吗？就进什么猜什么、啊。对，碰到猜八九啊。对，打一饼啊，我会打一饼啊，又打抽一色。嗯，哇。你看，进七万，太夸张！哎呦，我以为是会碰到那什么二条还是青发的，发财没人拿，没人拿。哇，又摸到三条，可以哦，不错不错。彩凤 ，Hello， 白皮就先 pass， 因为他想在这边是一个。刚刚是没有眼睛啊，这 就是白皮碰的就会没眼睛、啊。我接下来白皮再来就可以碰了哦。杨蝶刚才其实可以先打三万，先可以保留一下六饼。哎呀，哎呀，可惜，可惜了。不过因为八饼也没了啦，这样跟边张差不多。也是，还可以，没有损失太多。炮哥吃到之后牌还是暖锅锅啦，二五两挂被碰走，这个防守碰还可以，因为这一组他还可以，没有破坏他的牌型。是六条，而且还可以再打四万惹毛别人，五饼下去，这个时候我就会故意打四万。Yeah， 给鹏哥看呢、啊。你为什么不注意一下黄建林的牌啊？那什么鬼啊？这边这边哦，抽一次还没听牌啊，因为二条是没了啦。有人打的话，江神哥是要碰哦。哇，有没事？四条，这个进到二条就不得了了。嗯，小鸟。打单掉，他手上那一张是什么？斜的那一张看不到，条子，搞不好是六条，碰碰胡的凑一色，哦，是四条啊，刚好胡到，拿起来刚好胡到，哇，恭喜啊，哇塞，东风红中凑一色中洞，很多台。七台的对一点，选对了、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花牌大神黄建明，这边的混色胡牌，回到水上三万零四百分的第二名